叶无常，我明明把你毒死了，难道你没有喝那杯茶？神玉，你这个正道的败类，阎老夫今日定要清理门户。哎，沈玉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走。竹子，竹子，一根，两根，月亮，好圆的月亮啊！是谁？我又是谁？你是叶无尘，我的好徒儿。是在大婚杀了男主叶无尘就可以回去，可为什么刚刚却看到了回去的路呢？是因为叶无尘已经死了，所以目标换了吗？这么晚了想什么呢？还不睡？没什么，你身体那么虚弱，你也早点休息，我先睡了。叶无尘，我明明把你毒死了，难道你没有喝那杯茶？它是珍稀君山奶源的辉山马瑞奶粉，采用了君山奶源婴幼儿配方，它的奶源来自珍贵的君山牛，宝宝们都特别的爱喝。它的奶乳脂率高达5%，优质乳蛋白含量达3.8%以上，这样口感浓醇，奶质上乘，宝宝们爱喝，妈妈们自然也不用担心了。你去哪儿了？刚刚睡不着，去后山走了走。无欢，以后这种事情一定要跟我说，我陪你去。嗯。无欢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很奇怪的血腥味？我怎么了，无欢？小莲，我想多抱你一会儿。杀了沈玉，我就能回去了吗？昨晚的血腥味是无欢的吗？我有件事想跟大家说。叶无尘可能还活着。什么？上官也说他给叶师兄下了一种慢性毒药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叶无尘的尸体。师兄向来精通毒理，整个向阳居有一半都是有关解毒的书籍。